梁大夫，我爸怎么样？病人的脉象很沉很虚，我再给他开点药，先吃着吧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爸，你怎么样了，爸？大哥，爸。秀莲，我家就在这儿。哎，小雨啊，第一次见你父亲，挺紧张的。没事，我爸人可好了，走吧。好。哎，秀莲，快进来。小雨回来了。爸，我把秀莲带来了。叔叔好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坐，坐，坐。嗯，快坐，秀莲。多好的姑娘，爸这就放心了。爸，秀莲的爸以前和您还是一个单位的呢。哦，是吗？那你的父亲是？我爸叫张万友。张万友。哎，老赵。哎，万友啊，吃饭呢。啊，这里有份资料给你留下，有空看看。行，你先吃，咱们以后再聊。好，再见啊。你爸是练法轮功的？是呀。那你呢？我也是练法轮功的。不行，你们不能来往。为什么呀，爸？人家练法轮功做好人有什么不对的？你不懂，共产党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啊。这我心里真的怕呀。叔叔，您不用害怕。对啊，不管怎么讲，你们不能在一起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秀莲这么好的姑娘，你为什么要拆散我们啊？秀莲，求你了，我给你跪下，跪下。叔叔，哎呀，爸，你这是干嘛？我答应你还不行吗？秀莲，小雨，冷静一下。在我离开之前，这张护身符送给您，在危难的时候，念上面的九字真言。我走了。哎，秀莲，秀莲，你站住！爸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别管，反正你找谁也不用找他。你站住！你真要走？你走了就不要回来。不回来就不回来，气死我了！我跟他真走了，走了。我都和你说了，别跟他生那么大的气。他要和我断绝父子关系。什么？爸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去给你拿药，我现在就去。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但是依然没有任何起色。陈主任，你得想想办法救救我爸爸呀！我大哥还不到60岁，他不能就这样。我知道，但是病人是因为大面积的心梗引起严重的心衰，情况非常严重，医院也无能为力啊。我要回家。爸。爸，你想说什么？回家。病人好像一直说他想回家。回家，好吧，我们回家啊，爸，我们回家。快出牌呀！你快一点啊，动作就你慢。3万。哎，快点，快点。哎，喂，啊，大哥，你能过来一下吗？大哥快不行了。大哥不行了？对呀。现在情况特别严重，赶紧过来一下吗？正忙着呢。先出牌，先出牌，先一会儿再说啊。哎，你先出牌。你大哥不行了。哎，说的是呢。
快点，还打不打了？就是还输着呢。哎，不行，我们得去。得去。快点，快点，哦、快走了，哎、快点。哎，我不去，我都跟同学约好了。儿子，你不知道，你大伯他快不行了，他那房子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您上车上上上上上上，开车开车。哎，小云，我来吧。大哥，喝点药吧。爸，你就喝点吧。没事啊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啊。小雨。哎，秀莲，下来吃饭吧。哎，好嘞。慢点。哎。慢点吃。秀莲，像我这样没房没车的，谁看得上啊？说什么呢？人品最重要。我就是觉得你呀，挺善良的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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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嫂，大哥呀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你还年轻啊，你不能英年早逝啊，哥！大哥，二哥，别哭了。你看，咱大哥不还没走呢吗？你懂什么呀？这是我们老周家的事儿。这我大哥，他妈心连心，根连根的，我能不伤心吗？哥，哥，你不能走，哥！大哥，哥，我的亲哥呀，我的亲哥，你都行了。被你们给哭死了，我们就是难过嘛，哭哭还不行了。老周啊，这份法轮功材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吗？王厂长，这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，怎么在你桌子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老周，我跟你说，你好好回忆一下嘛。啊，哎，你要是这个事情说不清楚，他们保卫科可是有权利给你送公安局的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要是去了公安局，事情可就严重了。哎，老周，我跟你说，下个月可就要提干了。这可是你在退休之前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好好权衡一下吧。我就直接问你吧，到底是不是张万友给你的材料？要是你就点头，要不是你就摇头。是不是嘛？我老周老实了一辈子，就干了这么一件亏心事，我后悔呀。妈，嗯，这种穷亲戚咱们以后还少接触吧。这人不都已经病危了吗？最后一次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！你怎么不找我呢？我生意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呢？大哥，大表姐来看咱来了。表哥呀，哎，我们有时间来照顾你，但是咱不有钱吗？来，姑娘。哎呀，来看看就行了，还带什么钱呢？去，给表姨去。这钱你拿着。哎，谢谢、啊、姐，我们俩去吃饭吧。啊，马云呢？
马云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好，我马上就到哈。嗯，哎，杨姐，姐我走了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下次再来呀、啊。哎，这钱呢、啊，也买不来人命啊。老周啊，我代表王厂长来看你来了。这不，工会的领导也都来了，厂党委决定授予你优秀工作者的称号，这可是巨大的荣耀啊。净玩虚的！哎，小张，来来，我来照张相啊！来来，留个纪念，大家来，老于来来来，都都笑一笑啊！笑一笑、哎，老朱啊，你也精神点啊！哎，你们也笑一笑啊，家属啊！笑什么笑啊？哎，我大哥都这样了，我能笑出来吗？我怎么说话你？这可是党的关怀啊！哼，知道吗？党的恩情比山高，比海深。你们还好意思跟我说恩情？人都这样了，你们还作秀？你们有没有人性啊？你要干嘛你？共产党这么多年，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坑了多少中国人呢？啊！你们呢，就是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。你等着，我到王厂长那儿告你去。哎，不行，那奖状不能给你，拿走。都是些什么人呢？你们走，快走，快走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。贾主任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真是，什么玩意儿啊！真是。哥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哥，你快跟我回去吧。我不回去。爸爸他病了，你快跟我回家吧。少来，每次都说他病了。爸爸真的快不行了。真不行我也不回去，我跟他没什么关系了。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你就不要再怨爸爸了。不要再怨他，我做不到，我没有办法原谅他。再怎么着，他都是我们的爸爸。那他对我的伤害呢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不跟我回去，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，你会后悔的。明天就去买，买完我们再去商量。你买那个包了？你怎么那么会挑啊？带我去啊。嗯、哦。没事的，哎，小云回来了，二叔，你们都来了。小雨呢？不好意思，我给他打给你啊。爸。哎，小云，小雨呢？哎，拽了他好几次都不回来。你说这个不孝顺的玩意儿，你说呢？哎，小云，二叔得跟你商量个事儿啊。你看这房子，当时买这房子的时候，是你奶奶把那老宅子卖了。是不是、啊、现在你看你爸都这样了，那小雨也不会回来，这房子也有我们的份儿啊。哎，对啊对啊，这房子也有我们的份儿。房子，这是我们家的房子。对呀、啊、再说了二哥，这也不是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啊。你是个外星人啊，这是我们老周的事儿，你插什么嘴呀、啊、你啊。姐呀、啊、你爸走了以后咱就把房卖了吧，这样大家都有的分。小雨现在都不认这个家了，那你迟早也是要嫁人的，那这房子怎么办呢？当然是要留给我们周家的人。小云，咱们今天就把这房子事儿定了吧，好吧？二叔二婶，我爸现在还在这儿呢。哎哎，小云，小云，哎，房本呢？那个奶奶老手是我们也有份。吃饭吧，我去把我的不要得了。我吃不下去。哎，小鱼啊，大哥，这是这个月的房租，你拿着。好，过几天我就搬走了。啊，这么水的就走了？是啊，我爸快不行了，我想回去照顾他。哦，那快去吧。你看我这口子，他爷爷去世了，没见到最后一面，那难受的不得了啊。你赶快回去吧。回去照顾你爸，可得珍惜眼前人呢。哎，好，那我走了。好，那再见啊。大哥，大
醒了，找着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哥，找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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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到了走，找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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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定好好孝敬你。爸，你快醒醒啊！这张护身符送给您，在危难的时候念上面的九字真言。护身符。你看这张上面多适合我呀，啊，真好看。哎，我跟你妈抱腰多少次了，她就是不肯给我。老太太就是偏心，也不是不知道。你到底是不是她亲生的？怎么她什么事都向着你大哥呢？所以咱们这次把这房子搞定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老婆，你说咱们这次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呀？过什么呀？这些年你从你家得到什么好处了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些就算为了咱们家儿子，你可不能心软。对。哎，老婆，你说咱光有房本那没签字也不行啊。你大哥都那样了，他也签不了啊。找小雨。找小雨？小雨他是长子嘛，他监管用。嗯。爸。爸。你快好起来吧。我求你了，爸。原来在这儿，爸，爸，我给你念九字真言吧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爸，你听到了吗？爸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里里外外都找遍了，怎么没有人呢？哥，你再想想啊，人怎么就没了呢？是啊，大哥到底哪儿去了？小雨，你再回一回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昨天晚上睡得太死了，什么都没有听到。小雨啊，小雨，哎呀，都在呢啊。小雨啊，二叔，你看啊，我光有房本也不行啊，你作为长子，你得帮我签个字啊。签什么字啊？我爸都没了。大哥没了。
你爸什么时候死的？啊，怎么不告我一声啊？到底去哪医院了？我爸他没死，只是人不见了。好啊，你们这里肯定有什么猫腻，有什么事瞒着我。你们就是把我们当外人，什么时候跟我们说？没有，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。小雨，昨天大哥不是跟你在一起的吗？我昨天在这就睡着了，起来以后我爸就不见了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们是不是想夺走这房子啊？哎呀，不是你们想象那样的。好，既然你们说人没了，那咱就报警。对，小雨，行，打电话，我现在就报。我在这呢。爸，爸，你去哪儿了？爸，爸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回事、啊？你到底是人是鬼呀、啊？是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可吓死我们了！你还要房子吗？你快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吧？是啊，爸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快说吧，大哥。这得感谢秀莲呀、啊。秀莲。从来没有这么舒坦过，感觉全身通透了。哦，大哥，这是真的吗？你看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太好了，爸，你身体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你都不知道我们这段时间过得有多痛苦。爸，我以后再也不气你了，一定好好对你。哎，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。你们都是好孩子，这太神奇了！以前宁秀莲说过，这样神奇的事儿在法轮功中可多了。这法轮功太好了，咱们怎么报答呀？法轮功以后一定会被平反的。要是李大师回来，我们一定要敲锣打鼓的迎接。好，如果能见到李大师，我要当面给他下跪。好。爸，看谁来了？我把秀莲带来了。大家好，秀莲，秀莲，这就是秀莲。看我给大家带什么了？哇哇，哎呀，法轮大法直指人心，使人道德回升，人心向善，对国家和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真善人的普世价值得到了各族裔民众的珍视和敬仰。至今已经传遍五洲四海，使全球上亿人身心受益，是给人带来光明和美好的高德大法。法轮大法的弘扬重新为人类指明了未来的出路，是人类的唯一希望。